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哎，邓老师，我跟那个坐一块儿。他个子高，想坐最后一排，你愿意跟他坐最后一排吗？ 我想考上你保送的大学，你说会实现吗？我知道，加油！我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，可是我说不出口。为了不影响你高考，我们再也不是同桌了。什么意思？以前的生活，他拼命的演，结束了，演的像个没事人一样。 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，在你的世界里，他跟所有人都不同。我一定会找到他。 从片子上看，没有什么损伤，可能是心因性的，也有可能是间歇性失忆。我看见过无数张脸，却没有一个手机里的那个。我一直在寻找那张脸。万一有一天我自杀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背叛了人，下地狱。那就等着我背叛了。 所有事情不是我在他最开始的时候，才是最愚弄的样子。这位，公主殿下，是不是之前认识啊？是阿赞。是中招，还是意外？我有我的计划，任何意外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计划。小兰，那我以后可以自己来了。公主殿下。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关注，你以后不用这么娇小的了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最后一道炼成毒呢？炼成去化一个爱心？你给我看看你的，怎么带那写了这么长？你有没有觉得朱云病，他一个以前当科代表的，觉得麻烦的人，现在都有种说脱口秀跟你叫板了，你也不一样。 以前你的心理原理都只有自己能目标，现在也会跟人打赌。加入我们基地，以后有我来照顾。你敢打个赌吗？我能比一次。你们还真是过家家啊！哦，贺代表，你来不来？你来，我请。哎，守身，回去自己看。公主大人亲启，你就让我自己。你跑啊！ 你投诉我，我这人怎么了？你老带个打火机干嘛？你对我的事儿这么有兴趣？医生，你相信我吧，我绝对。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把我放在里面。你以后要是再闹脾气，我可不哄。 我为我的国王，我是他的不二之臣，我愿为他摇旗呐喊，也愿为他战死沙场。